130科技日报，智能汽车产业联盟成立产业基地落户深圳。2015年7月15日20:28企业会创新工场05 HTTP 冒号双斜线 digital paper dot st really dot com 斜线 HTTP 下划线 www dot kjrb dot com斜线 KJRB 斜线 HTML 斜线2015下划线07斜线15斜线 content 下划线309984.htm 等于负一。联盟动态在日前结束的2015智能汽车未来峰会上，智能汽车产业联盟宣布成立，同时全球首个布局智能汽车加产业、地产加产业、金融的